王杰早上在立法院的质疑说，第一时间家人涉嫌诈欺，第一时间说谎不用道歉。我说怎么谎？他说我说什么谎的？我说的谎说的内容是什么？我说什么谎？我不知道哎、欸，就他说我说什么谎的？我说谎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我是满头问号。他可能自己根本就是因为没有做功课厘清，所以他可能根本搞错了。你不能你自己搞错，然后来说一个讲的是对的人是说谎啊。当时我在讲所谓的不相往来的时候，我是一边拿着记录，或者是我会后有转传给媒体，在群组里面需要证明吗？可以给大家看呀。可以给大家看证明啊。当时有要找我访问的媒体朋友三点在 TVBS 的门口，我提供的是这个对话记录。我正告你，我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的生意来往。确实啊，你说的是啊，避免你在外滥用他人名义招摇撞骗。他说我们没有生意上的往来啊，我也不认识你啊，你也不认为我是家人啊。这个对话对象就是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那黄杰自己要把这个图误解为我老公的姐姐，是他应该向我道歉吧？我讲得很清楚啊，都提供了相关的对话资料在此啊。所以当时4月14号的时候提出了在3月25日签发的法官检察官在这的保护令，我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不能说今天自己搞错了不肯承认就说是我说谎，哎，不可以这样子，哎，做人要有最基本的良心，哎，如果你认为我说谎，欢迎来提告。所有现在的事情都已经在检察官那边，他们正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把我牵线牵进来的，我相信检察官一定会从严去办理。可是请问这件事情隔了几天了，有传出这样的消息吗？有传出诈骗案与我有关检察官相关的说法吗？有把我列为嫌疑人吗？完全都没有。所以说谎的到底是谁啊？在造谣抹黑的到底是谁啊？所以我再次呼吁黄杰，要告来告，不怕你告，不要等24个小时。我已经讲了，我不可能跟你道歉的。你凭空捏造想象出一个不存在的徐巧芯，然后拿着不存在的人说不说过的不存在的话，不存在于这世界上的一句话，然后来质疑一个活在现实社会里面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人，天下哪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坐等法院认证，拜托，要告一定要来告，绝对不要等24小时。也要请所有媒体朋友帮我看他到底提告没，不要讲了老半天说要提告最后没告哦。黄杰一定要告哦，绝对不要后来最后没提告哦。所以希望大家帮我全民一起监督黄杰到底告了徐巧芯没有，拜托提告，坐等法院认证脑子有问题。请问他到底是说我哪边说谎？到底说他指你说谎？因为到底是哪边说谎，就是好像是看到我告诉你家人设诈欺。好啦，那他们现在开始说什么我连我大姑都不帮，帮得了选民吗？不是说那我是要怎样，我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他们讲话前言都不对后语啊。什么叫做连大姑都？现在是叫我要帮我大姑吗？我觉得今天你犯罪的人被检察官找去了，然后你真的有被羁押了，那你就为你自己负责，自己找律师，也不用来跟我讲啊，那关我什么事啊？你要自己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啊，为什么是我要去帮我大姑？如果我帮了我大姑，他们今天会这样讲吗？如果我帮了我大姑，他们会怎么讲我？对，如果我帮我大姑的话，那就是因为我大义灭亲，因为我守法，因为我重视自己个人的清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责任，所以我没有帮他。他们现在也承认我没有帮他啦。那我没有帮他的情况之下，到底对我我还有什么责任？我如果帮他，他们就会说滥用公权力，滥用你的议员或是立委的权力。可是现在发现徐巧芯根本就没有帮的时候，又转过来说你连你大姑都不帮吗？那请问我是要帮还是不帮？就像黄杰在同一篇脸书里面，他又质疑我护航我大姑，又说我切割我大姑，那我到底是
护航还是切割呢？同一篇文章可不可以有一个一致性的逻辑？不然弄了老半天之后，最后回力标打到的都是他们自己人而已啦。坦白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他们三个都是绿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我第一时间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就是混为一谈嘛。我讲他们是绿的，只是说明说我既然都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是跟我不一样的，那我怎么可能那么白痴还去跟他们合作做诈骗？这个逻辑上就不成立。我要表达的只是这个结果，最后他们因为自己打过头了，大家开始查这件事情之后才发觉说，哇，原来诈骗集团牵涉最紧密的是民进党，原来林余伦他是顾立雄是他的律师，然后他跟吴征赖品妤一起开过记者会，他们是太阳花学运的共同伙伴，然后他自己本身是民进党的党员，他也是民进党市议员郭征惠的团队，被赖慧媛指控为民进党的网军，有这么多重的身份，再捐款政治现金，每年都捐给，每次选举都捐给民进党的吴佩益，最喜欢的对象是蔡英文、萧美琴，也很喜欢赖清德。那请问，如果按照黄杰的逻辑，该下台的又是谁呢？对，所以真的不要回力，就是打太凶就没打到我。对我来说，真的关我屁事啊！他们再打我100次、200次、300次都不会牵连到我，我是不会受伤的。但是跟民进党之间诈骗集团的这个连结，最后是打到拳拳到肉，是打在民进党的身上。那他们喜欢这么做，就尽管去吧。那黄杰的部分你有哦，拜托，一定要来告我，一定要看到法院认证脑子有问题，因为黄杰脑子就是有问题啊，不然怎么会凭空想象出不存在的徐巧芯跟不存在的徐巧芯的发言呢？记忆力有问题吗？脑补吗？幻想吗？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政治人物只要他的任何一个家人犯了罪，他就全家都要负责下台。就连几个礼拜之前邱国正的儿子他去涉入到了买春事件的时候，我还是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儿子是成年人了，不应该上纲到他的爸爸，所以我认为邱国正是不需要请辞国防部长的。我不是在数周前才用行动证明了我不是黄杰那样子的想法吗？为什么才过了几个礼拜他就突然讲说，我说只要任何一个家人有犯罪都应该要下台呢？他是在哪一个平行时空找到那样的徐巧芯？所以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发言呢？所以拜托，要告来告，我们让法院进行认证，我的论述一向都非常的完整，经得起检验。其实有说，就是照您平时的逻辑说，如果家人涉案，您就会说要请辞下台。那您对这件事，就是其实我并没有说过家人涉案就要请辞下台这句话，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听到的。那像以过去诈骗集团相关的，像我们讲到这个陈欧珀好了，那陈欧珀他是收受了诈骗集团提供的免费车辆，他们彼此之间有对价关系，所以他当然应该要负责。那黄伟哲是在帮他们 IMB 的这个诈骗集团的商品去做基本上是代言的动作，那包含是他们参加了这个诈骗集团他们的整个年度尾牙的活动跟参会，是直接跟诈骗集团这家公司去发生有相关的关系，但是我完全都没有啊，跟我合作这家公司是清清白白正当做生意的公司，怎么会一样呢？那难道我有这个有我不曾我没有印象过有我有讲过说只要有 A 犯罪，他的家 A 的家人犯罪 A 就要请辞这样子的一个话语，那可能是他自己想象的，我没有印象我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嗯，对，但是如果说这个 A 他本身他的家人有牵涉进去之外，他本身也有牵涉进去，那当然就有问题啊。那所以说对我来讲，我今天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是很负责任的，你们想要问我任何跟本案有关的问题，我都会照实说，我没有回避，没有逃避，我也说了我对于家里有人牵涉到诈骗这件事，我内心非常的过意不去。那我在我的权责里面，我能够做的是修法提高刑责跟刑度，我也做了，那我也提到了我希望能够严审严判。所以黄杰委员他里面一方面说我切割家人，一方面又说我护航家人，那我到底是切割还是护航呢？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写这整个文章的时候，整个逻辑都应该要厘清清楚才对。那不要去把一个，好了，随便啦，他们要做政治攻击也可以，我也不是很在乎。但是总之，我觉得
不要去伤害到正派经营的公司，应该要针对那家诈骗集团，到底谁还有谁跟那家诈骗集团是有关联的，要把这个东西揪出来，而不是去额外伤害一家正派经营的行销公司，这样子做法是很不对的。主要是因为对那个副总召花莲县政府很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们本来就是要去赈灾嘛，然后我们除了党团捐的100万之外，然后额外社会各界包含我们自己额外捐了55万，那是155万，然后来听灾民的心声，在这个中央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去协助。那本来今天的重点是这个，但是却因为我的关系好像就也让他们等了我一下，所以我看到那个副总召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愧疚，然后所以我才觉得就是因为我也都没有多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对我，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哎呀，很不好意思，这个说起来呢，跟他没有关的事情，然后跟灾民没有关的事情，却变成是当场的这个焦点，对，所以才会觉得情绪上面有一点这个比较激动一些，这样子，嗯。我们先给他上车，好不好？如果检察官有调查到我利用我的职权帮助诈骗集团，我愿意辞职。如果我的先生有涉入的话，我愿意离婚。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把无关的公司一起扯进来了。那家公司他并没有涉入，跟我合作公司并没有涉入诈骗，真的没有。那我们的家人被这个杜姓男子威胁、恐吓，甚至对我自己的亲人去家暴，保护令都申请下来了，是在3月25号的时候。诈骗集团真的造成很多人的家庭破碎，很多人的痛苦，像我现在的痛苦就是这些诈骗集团所带来的，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放过这些诈骗集团呢？谢谢大家。那关于这次这个我大姑哦，我可能要讲一下，大姑的意思是我老公的姐姐，因为有些人看到还以为是我姑姑哦，不是，好，那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我家的人啊。那但是呢，这个以姻亲来说的话叫做我大姑。那这次似乎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嘛，被卷入了，他们涉入了一起，就不知道是诈欺还是这个洗钱。那所谓的洗钱的部分的话，应该指的是类似那种车手，就是帮忙去转账。好，那但细节是什么？那到底是骗了谁？我不知道。那但是我今天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哦，那即便他是属于我的姻亲，那过去也从来没有涉入任何的跟我有任何的政治上面、工作上的往来。那但是造成这样子的纷扰，我觉得呢还是心里非常过意不去。那所以我希望这个案子上面呢，不管是检调或是法院都勿往勿纵之外，我还希望能够从严办理，因为我一向对于诈骗是最深恶痛绝的人。那现在就算是有自己认识的人去做诈骗，即便没有打着我的名号，我觉得当然也是万万不可的。好，所以我希望针对所有的诈骗事件，包含这个案子，都要从严处理，而且要从重判刑。好，这是我个人的态度。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哦，就是说这个我先生的姐姐在结婚以后，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位杜先生，然后认识了这个杜先生之后呢，这个杜先生就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那甚至他有跑去在我认识的朋友的工作场合里面去呛杀跟叫嚣，那当下我就协助我的朋友去报案。哦，那当然过去呢，关于这个诈骗的事情我们是毫无所悉，可是他也以投资公司的名义，那让我的婆婆哈，那跟他借了
2000万哦，其实是蛮大笔的一笔钱，那去投资，可是说是投资，但是呢却没有还钱，然后后续不断的追债跟追讨的时候，他似乎就已经把这个2000万直接转账到另外不知名的公司了，哦，所以我想这个家人也会持续的对他来进行告诉，那就希望能够追讨回这笔钱。那为什么会说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是因为当时他们借的那个钱是一部分是跟银行借的，那有一些利息，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有帮忙。那当下我非常的愤怒，我就有告诉这个杜先生说，我是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的商务上面的合作往来的，那也请他不要在外面滥用他人的名义去招摇撞骗。然后呢他也态度非常的嚣张，非常的差，甚至还用开枪来威胁我，哦，还用开枪来威胁我。然后我就，他的说法也是在回避法律哦，他就说我可以帮你开枪啊，然后我就说我不需要别人开枪啊，你还钱就好啊，哦，所以他用这个话的意思是暗示我说我有枪，你不要惹我，我是听得懂的，但我只是觉得非常离谱，非常嚣张，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案子既然他们被检调抓了，有确实的事实的话，我也希望能够从重量刑。那这次被说要禁见的，就我知道好像总共有三位，哦，一位是这个我大姑，一位是这个杜先生，那另外一位是一位绿营的 KOL， 先前他们还有去对蒋公同像泼漆上过新闻，哦，算是知名的人物。那他们是不是就是去诱拐他人投资，然后呢去把这些钱都转走，我不知道。但是不管今天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对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要从严办理，绝对不能轻放。我自己在立法院里面也有提案修正刑法339条，针对诈骗的部分刑责刑度通通提高。对，所以因为我作为受害者，我知道那种被骗走钱的痛苦。对，那当然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几位有部分是我认识的人，虽然我们的政党倾向不一样，平常没有联络，但是我还是觉得对社会很过意不去。对，所以我能做的事情，第一个修法，第二个就是希望请求法官从重处罚。